多图，自夸时尚照太美。杨丞琳狂发文赞叹。杨丞琳分享自己的时尚美照，图翻摄自 IG， 2018年3月2日。天后杨丞琳时常在 IG 分享生活及工作，今二日她连环发文晒美照，正好呼应她在一日下午发文写下“太美了，必须单张单张发”。原来她为时尚杂志拍摄美照，每张都好美，让她忍不住疯狂发文分享。杨丞琳如落入房间的精灵，图翻摄自 IG， 2018年3月2日。杨丞琳不改真性情，在发文写下：“木头地板让我左手肘快痛炸了。”但是好看的 pose 往往都是辛苦的。怎么脸色拍截图都这么美丽，好害羞哟。全身照可以并在一起发，哈哈哈，好飘妙，好喜欢这种怪角度哦。粉丝难得见到天后连续发出好几张时尚美照，忍不住高喊太幸福啦。杨丞琳的时尚姿势，图翻摄自 IG， 2018年3月2日。杨丞琳高傲神情也好美，图翻摄自 IG， 2018年3月2日。杨丞琳喜欢自己的妆发，图翻摄自 IG， 2018年3月2日。